这阵子我眼皮跳，不会要出事儿吧？大奶奶，那大少爷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你呀，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了。一家人都不省心呐。冬青过了这个年儿就26岁了，冬康要上学，家里的事儿老爷不闻不问。那家我又是个败家子儿，就会打牌唱曲儿。哎，大奶奶。 嗯，苏州玉夫人求见，还送了礼。哪个玉夫人？哎呦，不知道啊。刘妈，啊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把他们打发了。哎，大奶奶今天没空，你们还是快些走吧，改天再来吧啊。哎，就这么着了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哎，别等了，别等了啊。 娘，不必担心，今天见不到，明天再来好了。走吧，真的没事的，走。哎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们再来。放心吧，娘，肯定会见到他的啊。 大哥，到家了，来，哟，来，福爷，来，老爷来，哎，来，来，来，老爷，你让我的好兄弟，哎，好兄弟，哎，好，慢点，来来来，好兄弟，来，大哥，哎，没事，我们没事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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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还不快点去，请大奶奶过来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我没醉，好好，我还能喝，老薛。 老爷，干！大哥，小心！哎，你不行了，老二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我的好兄弟啊！好，来来，好兄弟，老爷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大哥，好，到了，来，老二，我红，我看出来了。 你是我们老霍家的种，老霍家的种。大哥，这么多年来，只有喝醉的时候，你才会夸我。老霍家的种，我很想得到一句你认可的话，可惜，你从来就没说过。我们喝，嗯。 大哥，你快走！快下去！阿才，拿着玉佩，带着阿红，赶快走！阿红啊，要听你哥哥的话。阿才，快走！爹，我不走。走！走！ 快跑！快！爹！走！爹！爹！哥！
怎么了？大嫂。哎呀，二叔，你怎么让老爷喝成这个样子啊？大嫂，大哥心里高兴，薛会长答应他推举大哥做下任商会的会长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太好了。二叔啊，我让桂英给你做点夜宵去，你喝了一肚子酒，胃都烧坏了。谢谢大嫂。走。当好兄弟去了，你耳朵聋了？你想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是说你鞍前马后的还挺孝顺的，啊，真是满世界都找不到你这样的好兄弟啊。满世界也找不到你这样乖巧的姨太太，小桂子。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别这么叫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桂英啊，桂英啊，你怎么还不去看个夜宵啊？大姐，我这不是正要去吗？碰见二叔，我问他想吃点什么，好顺便一块做了。啊，对对，桂英做的坛子肉啊，可好吃了。大嫂，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吴霞，芷兰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么晚还不回来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娘，我出去找找她吧。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今天您够累的，好好歇着吧，我去就行了。哎，芷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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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怎么了？这是跟你说话呢，你倒是回个话呀！吴霞，我看过两天我们就回苏州吧。娘，刚来要是不试试，芷兰心不甘呢。他心不甘又有什么用？大门大户的人家，跟我们又没有什么交情，怎么会伸出手来帮我们呢？看见没有，今天就弄成这个样子，以后还不知道弄得有多狼狈呢。他呀，不撞南墙不死心，从小就是这个脾气。娘，芷兰这么做也是为了绣房，我想怎么样也要试一试，也要把霍老爷等出来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就去霍府，我诚心去求他。好吧，你再去试试吧。哎，这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找大老爷的，一早就在门口等了。咱们上会啊，有些人就是欠着会费不交，啊，这都是给惯出来的。哎呦，霍爷，何爷，好一出狮子舞绣球，兄弟联手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看来霍家兄弟要霸占我商会，下一任的会长一定是霍老二吧？哼，下一任的会长是谁，不是我说了算呢。个人有个人的造化，哈，我姓霍的绝对不会包庇自己的兄弟。万红如果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我第一个惩罚的就是他。何爷啊，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？
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我老何可就看你的表现了。不过霍爷，当今做买卖可是要动点真格的，否则我老何可是不服气的。走。这刺儿头啊，老太，他可不好对付啊。哼，看他能唱出什么戏来。哎，不过你们家老二本事了得，为人处事，嘿，如鱼得水。下一任会长，你可以考虑考虑他呀。老二，他还年轻，撑不起台面，让薛老您笑话。我认为啊，还是让他再历练几年吧。哟，你这可是谦虚。啊，谢老，请。啊，请。你是哪家的丫头，站在我家门口，让街坊四邻看见了，还以为文霍家干了什么事儿呢？大奶奶，我是苏州来的玉家姑娘，我想拜见霍老爷，有些生意上的事情，想求老爷奶奶帮忙。苏州来的够远的了，难为你了，姑娘。不过你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们老爷啊最近忙着商会的事儿，恐怕见你也难。我看你先在客栈住几天吧，等老爷忙过了再见他也不迟。不过要是个人就让我们霍家帮忙的话，我们霍家早就成了空架子了。怎么了？刘妈把老爷心上人要穿的礼服烫了个大洞，现在被二太太罚在院子里跪着呢。什么？大奶奶，桂英，你这是干嘛？大姐，我在执行你制定的家法呀。桂英，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。我就说嘛，这刘妈是府里的老人了，跟着大姐您也这么多年了，不是这老了老了的还从这种楼子。我大奶奶，行了，别打了，打也没用，反正明儿就是商会的会议，老爷的衣服是早定的，看是大奶奶自己补呢，还是我们现在去找裁缝重新做啊？桂英，来人！大奶奶，二奶奶，饶命啊！大奶奶，让我来试试吧。冬青最近一直没来信儿，我眼皮老跳。我想给志香发个电报，问问冬青在干什么。自己的儿子在做什么，居然问别人。志香不像咱亲儿子一样吗？再说他比冬青大几岁，在外面闯荡多年，冬青跟他在一起啊，我放心。行啊，这事儿你办吧，外面的事情我烦得烦死了。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事一桩。几个小毛猴子上蹿下跳的，哼，这怎么回事？
哪儿来的？啊！老爷，老爷，万才，老爷，你不要怪刘妈，她是把给烫了个洞，她绣的花，怎么老爷不喜欢？你绣的？老爷，不是我绣的。那是绣的？是一个丫头。一个丫头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老爷，我忘了。你瞧瞧，你这什么记性？去找，马上去找。哎，备车备车，马上备车。她叫什么来着？玉无瑕。玉无瑕，对对，她叫无瑕。哎，去找啊！对，快找快找！哎，玉无瑕，我不想走。芷兰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本来我们这么冒冒失失的来就是个错，现在霍家的人不愿意见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现在是咱们求人家，人家不愿意背我们这个包袱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都是你，你都进了霍家了，就算要冲，也要冲进霍老爷的房间里，把霍大哥的信拿给他看才对啊！你可倒好，拿回来一件衣服补来补去的，补好了还把他送回去。芷兰，你住嘴，越说越不像话。进来，玉夫人、玉小姐，有人来了，说要见你们。走走走，哎呦，瞧，这车真好啊！哎，这气派，好。这位就是北平霍府的大奶奶。啊，您好，您就是玉夫人吗？是的，我就是苏州玉浩庭的遗孀，李素兰。前几天我很忙，一直没来看你，不要见怪。啊，哪里，是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还烦劳您专门跑一趟。天灾人祸，留下你们孤儿寡母的，真是家门不幸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不说了。今天啊，我是来请你们吃个便饭。啊，不用客气了。哎，我们家老爷是特别仗义的人。他知道你们家的遭遇以后，让我来看看，能帮就帮，这点小事儿不算什么。这，那我带我娘，多谢大奶奶。不用客气。哎，那天绣衣服的姑娘哪儿去了？啊，那是我的大女儿吴霞。吴霞，来。我家丫头笨手笨脚的，让老爷太太笑话了。哎呦，这姑娘可真水灵啊！都说苏杭出美女，我看一点也不假。那天呢，天黑夜暗的，我没看清楚。哎呀，姑娘，我得好好谢谢你的巧手了。大奶奶客气了。走吧，上车。来，来来来，来，来，来呀，上车。就这样，我家老爷草草的下了葬。现在我们玉家的生意是一落千丈，欠了不少钱。太没有王法了，这什么鬼世道啊！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冲大个的，什么东西，连女人都欺负。万红啊，大哥，去跟志香说一声，黑道白道的他走得通畅，该使狠的使狠，该使阴的使阴，别在乎钱。哎，我是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。大哥，志香那边我会打招呼的。啊，谢谢大老爷。我霍万才啊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可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啊。多年以前，我和玉老板就有过一面之交，啊，都是做生意的，能帮的就得帮。哈，况且在北平城啊，不敢说一个城，起码是有半个城的人给我面子。霍老爷，那玉家绣房，我们的生意。就靠您多照应了。哎，好说好说，玉夫人，这明天就是我们商会的例会，我看这样吧啊，到时候就请你家大小姐跟我一块儿出席，嗯，啊，给我捧捧场。啊，那可太好了，我们是从外地来的，还真是麻烦您多帮我们了。怎么说呢，真是太谢谢了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吴霞，芷兰，快，谢谢霍老爷。啊。
谢谢霍老爷。坐。坐。来，吃菜，动快的，婉红倒酒。吴霞，这次真是我们的命好，所以明天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，这样才不丢我们玉家的脸。嗯，娘，我看那个霍老爷豪气仗义，应该会帮我们，而且他不是说和爹认识吗？是啊。娘，还是爹说的对，人要想挺直了腰板活着，一定要有真本事。我这次真的就凭了我这双手。对呀，芷兰，听见没有？别总是咋咋呼呼的。这次我们家能见识这么大场面，多亏了你姐的这双手。哎呀，我光顾着高兴了。吴霞，明天该怎么打扮打扮？娘，我这样去不行吗？这怎么行啊，明天这么大的场面一定要打扮一下。哎呀，胭脂水粉带的太少了。喏，这是我的粉，拿去用吧，别丢玉家的脸。芷兰，谢谢你。这就对了，我的女儿心往一处使劲儿，我们玉家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说两句。这会长一职啊，我看呢，还是应该让德高望重的万才兄来担当，这样啊，我们的商会才会更有发展。而且薛会长已经留下了话，万才兄是他最好的接班人。哎。现在已经是民国政府了，讲的是法治、民主、公平，又不是皇帝继位一个接一个的。就是啊，咱们应该投票选举啊。哎，我看哪没这个必要，弄得挺生分的，何必呢？我们大家都是老交情了嘛。就是啊。会长一直代表了我们行业的水平，就是在我们行业里找一位领头羊。万才兄，您能当我们的领头羊吗？您的仓库里的东西可都臭了，哼，蹲着茅坑不拉屎。何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霍家几代都是做生意的，我大哥前几年和薛会长一起成立了这个商会，才把大家聚到一起。哎，现在生意难做，众所周知，商会必须给我们开辟新的商机。我老何不才已经在南方开辟了印染生意，哎，东洋人很喜欢我们红帽行的布料啊。我们霍氏的少东家是留洋回来的，西洋人的生意我们是做定的。小的是嘴上乌毛，办事不牢，老的又目光短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今天火药味怎么这么浓啊？坐下坐下。一个是我兄弟，一个是我生意上的知音，为什么呀？老何，坐，都坐。哎呀，这几年啊，生意的确难做呀，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呀。我霍晚才啊，是个大老粗，但是在生意上呢，我也动了不少的脑筋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唱一出戏，这出戏呢好不好看，大家看完以后请多指教。老何，尤其是您，啊，这有什么呀？不就是龙凤绣吗？哎，龙没有眼睛，凤没有凤冠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
哎呀，真绝呀！真是巧夺天工啊！嗯，这是典型的苏绣，而又别具韵味，自成一派，大师风范呀！这位姑娘是？啊，这位姑娘是苏州玉家的大小姐，玉无瑕。啊，现而今呢，已经是我们霍家的干女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今儿个我算是开了眼了。姑娘的技艺，我老何没得说。万才兄啊，我一直做生意，实业救国，万万没有想到你霍家居然有这样的人才啊！我是心服口服啊！从此以后，这商会会长就是您的，您只要发话，我老何一定往前冲。嗯，痛快！哎呀，真是痛快呀！啊，啊，大哥，今天这场戏唱得好啊！哎，老二，你看到老何那张脸没有？啊，就跟那紫茄子似的，哼，痛快，痛快！大哥，当上商会会长以后就是一马平川，商会就是我们的了。老二啊，那个丫头可是个宝贝啊！大哥，你太抬举她了，就是个绣花的绣娘，干嘛对她另眼相看？你懂什么呀？你没听说过得凤者得天下那个说法吗？说的就是玉家的绣房，玉浩庭的那首《凤穿牡丹》的绝技啊。那不都是江湖传闻吗？再说玉浩庭已经死了，你今天看到那丫头的功夫没有啊？她得了玉浩庭的真传了，她一定会凤穿牡丹。我们要不惜血本。大哥的意思是，那个丫头和他们家的绣房都会姓霍。这件事儿你要亲自去办。大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的。我先出去。嗯。按理说，也不知我们玉家修了什么福，认识了大少爷，又结识了这么豪爽的老爷，我是应该答应你的。可是，于夫人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们做的是赔本的买卖。你们玉家的债，从此由霍家一手承担，这还不知道合不合算。大家都是生意人，就因为你们家的状况，所以我大哥动了善心，大哥很喜欢大小姐，所以认她做了干女儿，这可是很大的面子啊。嗯，余家绣房从此归霍家，除了绣房绣品，我们还要全部的余家刺绣技术。你们回到苏州呢，生意由我们来管，大风大雨我们来挡，而你们母女也不用再抛头露面。玉夫人，你想想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嫌少？这和多少没关系。玉家绣房多少钱，我们都不会卖的。大小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吗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讲骨气？二老爷，这不是骨气的事情。爹临死前说了，玉家绣房要永远的流传下去，这是我爹用命换来的。玉夫人，请留步，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。
吴霞，我们是不是把他给得罪了？得罪了霍家的人，我们的生意可怎么办呢？娘，爹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关于凤穿牡丹的绣法？其实啊，这凤穿牡丹也就是我们家的一个虚名。当年慈禧穿了玉家绣法绣的绣袍，得了天下，所以就有了这个得凤者得天下的说法。可是到了你爹那儿，功力大不如前，这些年他又总是忧心忡忡的，他一病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就这么走了。娘，您别着急，回到苏州以后，我一定天天用功参透着绣法，以后我们不看别人的脸色，也不靠别人，就靠我们自己这双手。吴霞，你爹要是知道你这么有心，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安心的。可是我们眼前这一笔笔债可怎么办呢？要不这样吧，娘，明天我再去求求霍夫人，我看她人笑眯眯和和气气的，应该是个好人。嗯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老板，还有没有房间啊？不看了，这媒婆是干什么的啊？什么都往这轰。你瞧瞧这个啊，斗鸡眼儿，这是鸡胸脯，干什么？以为我儿子没人要似的？大奶奶，不急不急啊。来，您再抽袋烟啊。这抽袋烟消消气儿。这俗话说呢，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，像您这么心急火燎的挑媳妇儿，那哪能挑得好啊。对了，眼前可有个合适的人呐，我看配得上咱家少爷。你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哦，出身大户人家，这又懂规矩又识大体，哎呦，还有那活干得好。那是谁呀？她叫大奶奶，玉家大小姐求见。说曹操曹操就到。什么曹操啊？大奶奶，我今天来是为我家绣房的事来求您的。哎呀，吴霞，多大了？我18岁了。18，就是瘦了点儿。老二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，我花了那么多的心血，就是想要他们家的绣房，得到了绣房就得到了凤穿牡丹的绝技，以后这个绣房就不幸遇姓霍了。切！哎，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那个姓玉的丫头心很硬的，见了银票都不动心。她跟我说，绣房是她爹留下的，绝对不会卖。得凤者得天下，这关系到我们霍家的名号。兄弟，大哥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这可是头一遭啊，我们家老二是什么人物啊，竟然败给一个黄毛丫头。哼。老爷，我给你道喜来了。老爷，我给你道喜了。道什么喜啊？我这一脑门子官司呢。哎呀，吴霞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。哎呀，老二啊，老二，你办不了的事儿啊，嘿嘿，你大嫂给办成了。哇，哎呀，大奶奶，这可真热闹啊。是啊，这秋天里的菊花可是我们北平的一景啊，玉夫人可喜欢？真是美啊，江南景致，小家碧玉，比不得北平的大气啊。
如今呢，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大奶奶客气什么？有话尽管说。我这件事啊，是好事成双，说出来啊，玉夫人一定笑得合不拢嘴。有这样的好事？我呀，想给自己保个媒。如今是民国了，也不需要什么媒人。我是个直爽的人，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我想让你家的姑娘做我的儿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冬青你们应该见过，他是我的大儿子，聪明能干，相貌堂堂，心眼又好，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。他给你做女婿，你觉得如何？哎呀，我们怎么敢高攀呢？说到高攀呢，还真是高攀。你们家女儿嫁到我们家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家大业大，俗话说得好，大树底下好乘凉嘛。那我们的绣房你们还要买吗？哎呀，姓玉姓霍不是一家人吗？我们往后啊就该过好日子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你们玉家的债我们霍家帮你们全还清了。明媒正娶一样都不能少，到来年呐，给我们霍家添个孙子。哎呀，我们对他好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让他受半点委屈啊。哎呀，我们做女人的有孩子就能过好日子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母凭子贵。你虽然没有儿子，肯定有三个女儿啊。你看你刚嫁了一个女儿，就帮你抹去了这烦心的债，这难道不是好事成双吗？我们家弄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不知道大奶奶看上的是我哪个女儿啊？你家的女儿哪个能做我儿媳妇儿？当然是大女儿了。吴霞，我的吴霞。娘，怎么才回来呀？娘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不是刚和大奶奶去看过赏菊会吗？娘，您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吴霞，真的没事。我们绝不能卖绣房，大不了回苏州以后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您说呢？我们不卖，娘不卖。娘，马上就要回家了，我真的好想家，想赵叔，想红玉。我们回去以后，就再也不离开苏州了。我们要重振玉家绣房。好，我们不离开苏州，我们重振玉家绣房。娘，你高兴一点嘛，你笑一笑。娘，你肚子饿了吧？芷兰还在楼上等着我们呢，我们快去吃饭吧。芷兰，吃饭了。夫人，夫人。您这两天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赵儿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北平来的电报。啊？哎呀！怎么了，夫人？老赵，霍家，霍家要娶我们家的女儿做媳妇。夫人，那您难过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啊。你知道他们看上的是谁吗？他们看上了吴霞。
是浪滔滔，爱恨谁知道，好不好都。